我们要去桃园的 X Park。这颜色都很可爱。嗨。好可爱的。还是会害怕。Hello。他还要活着吗？好活泼、哦。我们要去桃园的 X Park 看海顺馆。对，其实现在那边就是有点危险啦，因为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是在那附近。可是啊，我想说最危险的地方应该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口罩戴好，然后手部清洁注意好，应该是还好。那我们就看看那边到底好不好玩吧。哇，超漂亮的！哇，美美看，有没有很漂亮？哇，开始了！哇，看这里，开始有水族馆了。小草鱼。这边是福尔摩沙区，应该是台湾的一些。哇，你看这里天花板有好多鱼哦。好，你看上面。哇，这是牡蛎对不对？牡蛎，它是你的鱼。上面还有鱼耶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呢，西伯那边。哇，妈妈快过来。看，哇，超美的！好特别哦！哇，太像假的了吧？看起来是真的。天哪！看到这里。好有趣哦。咦？南海生机。这有人。他在洗那个石头。生存，生存，这是一个生态环境啊，互利共生。赤子鱼跟海胆共生、欸，赤子鱼，然后跟海胆，那个很刺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赤子鱼，好刺哦、喔，不会动鱼，这个是不懂。这个不会动，这个没有暂停画面哦、喔，
鱼都不动，快笑死。是雌雄同体，雌雄同体的。这里面好像是有那个毛蟹在那边，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对，风鱼耶，超可爱。啊，来了！天哪，超可爱的。啊，我看到。超可爱，他眼睛对，过来这里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他跟我他跟我玩了，他跟我们玩，不敢。他长得很可爱，妹妹会害怕、啊，好可爱哦。啊，来了。害怕了啦，好可爱啊！哎呦，哈哈，哎，他在那边，好可爱，天哪！雨林探险区来了，哇！小鱼，你在吃玻璃上的东西吗？那一只蜥蜴耶，好恶哦！哦，打雷了！我打雷？不会不会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爸爸抱好了。妹妹，这鱼很大哎，好特别哦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天哪，这个什么颜色？哇，我们到寒带了，寒带行动。哇，好可爱的，可是只有一只，海狮还海象之类的。好大好大哦，好可爱哦！海狮会害怕，海狮会，哎呦，有两只耶！好，好啦，你有看，它还有长毛哎。Hello。哇，超高追的。妹妹会害怕啦。哦，有点饿。妹妹会害怕。哭了啦，哭了。把它带走。请问还活着吗？哈哈，笑死哎、欸，狼鱼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深海寻觅，好。哇，这边好黑哦。地上有东西吗？来了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这也太黑了吧！哇，帝王蟹，好大的螃蟹哦！哦，还活着吗？我、哦、还有在睡觉哦，蛮特别的。哇，这里看下去超漂亮，哎、欸，完全没人，空的，空的。
小到一个，特别哦，哇，好透明哦，没看到，好可爱。好像会有企鹅哎，真的超可爱的！我要看到的，我不要看到的。好，我也要带它回家。好可爱哦！带它回家。哦，企鹅来了！企鹅，好可爱哦！这是它的。好好好。你在这里。好可爱哎！是假的，是假的还是真的？它不会动。不要那。剩五分钟。水豚今天在睡觉，超大的，超懒的。水豚。我的影片结束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帮我按喜欢并且分享。想要看到更多亲子育儿甜点开箱、物理治疗相关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通知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